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你走进全世界。我是蔡永康，包括两岸国际大事，带你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韩国瑜他会唱夜袭，但赖清德他会搞突袭。大家注意喽，韩国瑜的九二共识碰上了赖清德的务实台独工作者。有人说，2020大选很可能变成一场非常大的统独公投。那这样的结果会让北京必须被迫要出手解决台湾问题吗？时间表会不会因此而提前浮现呢？以及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全世界很多地方发生的枪击案件都跟白人至上主义蔓延有关，川普他可以被说是罪魁祸首吗？来为您邀请到今天采访来宾为您做介绍，包括了时间大学讲座教授江敏清江老师，两岸政策协会的研究员，也是民进党前中国事务部副主任张宇韶，还有媒体工作者陈峰兴。大家好，我们就先来观察一下这个礼拜台湾的政坛最大的一个震撼弹，从礼拜一聊到现在还没停过，就是赖清德确定在民进党党内要参与初选了。我们知道民进党的党内协商的日期在4月2号就要截止，如果没有办法协商出来的话，就必须要正式的对决做全民调。我先请到三位来宾帮我们举一个 yes or no 圈叉牌，你来看，在4月2号截止日之前，赖跟蔡有可能有一个人退出吗？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协商成功？你认为是有机会的？好，等一下跟您再做请教。第二个问题跟您请教，就是如果没有办法协商，必须要直接做全民调的对决的话，赖跟蔡谁比较可能出现？我们也有一个大头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麻烦帮我们举一下，旁边有个人像的头来看一下。你认为如果做全民调的话，谁会出现？帮我举一下。全民调你认为是蔡英文哦？今天来宾的看法都不太一样。我先请教一下宇韶，你觉得还有机会协商？可能有一个人不选？对，我觉得要从民进党的这个政党文化来看啊，就是说民进党的这个初选的文化是竞争性的团结了，也就是说呢，大家一次亮剑了，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路线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政策上什么问题，我先把我的底线拿出来。拿出来的目的在干嘛？我始终相信民进党是政治人物都擅长议价，议价用来干嘛呢？我要争取对我有利的最佳筹码嘛，这是第一点。第二是民进党的基层啊，我刚才说的是主观的啊，我个人的主观的期待，我也是民进党的这个。那你那觉得是期待，这不是我刚问的是你认为会不会写有结果？这个客观的条件会影响到这个主观的判断嘛？也是说呢，大家都希望，哎，你这个候选人啊，的最佳组合啊，一定是啊胜选的最大的考量嘛。那因赖之间呢，他们互相互补，而且很重要的地方是呢，什么叫互补呢？蔡英文有的是国际观，有的是中间选民，有的是呢年轻的支持者，而这个赖清德呢比较 local 一点，比较接地气一点，而且呢还有独派，在这两者之间呢，1+1=2嘛。那双方必须要做出一个最基本的姿态是什么？我会选到底嘛。选到底的结果是什么呢？构成呢去进行议价谈判的条件嘛，这叫做玩真的。议价之后，你的主观觉得谁会退？我觉得赖清德会退啊。赖清德会退、哦。对对哦。民调的意思是什么？你的观察跟这段时间媒体的观察，他的个性啊什么都不一样。很重要的地方是，我说他民调一定会比较高，这是构成他去跟蔡英文议价的筹码。但民调高代不代表一定会赢呢？现在民进党缺的是互补的两个主角的整合嘛。所以重要的地方是呢，我民调真的会比蔡英文高。但重点是什么呢？我来跟你谈判嘛。我来跟你沟通嘛，看你要给我什么嘛。好，这是宇韶他的一个论调，观众朋友自己做一个判断。一个政治人物自己民调比较高，但他愿意谈以后我退，有这样的大家可以去做个评断了。不过刚刚老师讲，你认为说民调如果真的直球 PK 的话，你觉得蔡英文会赢？在请教你的为什么会觉得蔡英文之前，我给大家先看一个，在赖清德当天去领表的时候，同一时间几乎隔不到半小时哈，就出了一个新台湾国策智库的一个民调数字，来看一下，当时的数字是赖清德50.9，蔡英文29.2，完全 KO 蔡英文哈，而且同一份民调还做了相互的比对式的交叉比对，看下一张，这个上面的数字显示，如果是蔡英文出来面对蓝营所有的人，蔡英文只赢吴敦义；如果换成是赖清德的话呢，全部都赢。即便是面对韩国瑜，赖清德都赢了大约2%了。如果有4%，对，4%。好，如果把柯文哲的因素加进来的话，赖清德在这份民调当中依旧是全胜。
不过我们每一次公布民调都要讲一下它的机构效应。这份民调背后据说金主就是辜宽敏啊，独派大佬，他当然是挺赖清德比较多了，所以这时间点然后说发布的怎么就刚刚好，就他要去领表那一天。好，所以这个民调上面是赖清德是赢，而且不只是赢5%、10%，是赢了快20%左右。但老师，你认为说真的协商不成，直接民进党到时候上一次是5份民调来做一个这个决定谁人选嘛？你认为到时候做民调的话，还是蔡英文赢？原因是什么？这个表示说，如果我们用经济学的概念来看，就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之下，赖清德当然以目前的持续优势会持续到那个时候。但问题不是啊，政治瞬息万变。刚刚这份民调，我们如果回到第一页，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份民调我以这个为例，他提的是好，我们看到你看，王金平是胜过韩国瑜，你相信吗？目前为止。这个其他我不用多讲，我不能说他做的不对啊，我只是说我有个人偏见。这份你看一下，你相信吗？目前我说，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之下啊，那第二个是赖并不是一个不识大体的人，他曾经接受过蔡英文总统的委托担任行政院长，不论怎么说，那个行政伦理都在。民进党重不重视行政伦理？我不知道。伦理在的话，他还领表？不一定，有时候可能就像宇韶所说的，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要去做凸显，例如说特斯拉扁，然后他再一次的凸显显性台独，台独这个工作者其实是代表很多独派的心声，就你串我们做了不够搞嘛啊。那第三个就是，如果能够让自己存在的价值能够再次凸显，如果这一次呢他是以退为进的话，虽然输掉这一场表面上的战役，可是为赖清德累积更大的能量，2024非他莫属，这有何不可能？你觉得2024还有机会？如果这次没出来，我觉得有可能。如果这是四大题帮蔡英文能够顺利连任的话，他就是第一大功臣。所以老师的论调跟一些民间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他们可能是有些互相搭配唱双方演戏吗？不一定，可能是彼此这是 game theory 嘛，理性预期，双方可能不一定会有沟通。如果有沟通，就不会出现今天这个情况。我倒觉得说，他们也许是不谋而合，可是目前看起来，蔡英文也好，跟赖清德似乎在登记参与这些事情上并没有直接的沟通。所以陈局变成可能的桥梁嘛。那对陈菊胜选前劝退了赖清德，赖清德当时是以大局而重，所以呢不跟蔡英文选，但这一次他要承担责任，所以这逻辑真其实坦白说说不过去了。不过我觉得说做大事者不行尾生之信，尾巴的尾，生命的生，那是古时候一个很遵守信用的人，他跟女孩子约在桥下见面，但黄昏的时候那个女的还没有来，这个水一直淹起来，他都抱这个桥墩，最后淹死在里面。我相信那些不会是那个，不会是那个尾声了。他会有一些调整的机制在内。所以如果他能够把特斯拉扁这件事情，他说嘛，这是做人基本道理，还了人情，然后呢，把显性的台独更加的凸显出来，这也让蔡英文有更多的一些空间，是吗？他的压力就没有了。就赖清德现在背负的是很多人情债跟压力。你说他真的参选大理，让民党分裂而造成失败？他担当不起了，坦白讲，政治人物都很会做计算，那个政治算盘都摆在这里，所以我同意，有可能到最后最关键的时候，赖清德可能基于各种人情的因素，或者各种考量，或者让这个蔡英文更好整合党内的资源连任，他可能最后做一点退让，这都他出来表达完了，盘也帮蔡英文瞧好啊，他的任务阶段性结束，他就退了。我觉得这可能性极高，你看看哦。当年有一个案子跟那个很像的，吴伯雄说，就算选到只剩阿里山，我也要选，有没有？没人劝他退的。吴伯公后来有没有退？被送出去，还是退啊？所以政治没有什么不可能嘛。我相信政治对民进党来说，就是把一切可能的可能没有存在不可能这件事情，就只要能够达成目标，不可能都可以转换成为可能。我赞成老师讲的一点，就是说政治是瞬息万变，这确实是如此。对，你知道台面上的整盘棋，或者是光靠民调的数字的话，你想当然尔，我民调一定这么多，我怎么可能啊？就是完全就退就退。但是大家观察一点哦，就是你可能你看这数字之外，背后你没看到的东西，因为有些人就是看到我们没看到的，包括了谁？包括了陈菊，包括了郑文灿，包括了22个绿营的立委，他们全部。选边站都选在蔡英文那一边。如果你单就数字上来讲的话，当然是选比较厉害的啊，西归未短兵嘛，怎么会选一个比较现在看起来气比较虚的呢？但这些绿营的人士都靠蔡英文那一边站，所以风信你来观察，告诉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做。我先说，如果赖清德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要谈判的话，这一点非常奇怪，因为过去的情势是显现赖清德只要点个头说一声 I do， 他就是副手了。
他不用谈判啊。所有的党内其实在拱的都是蔡赖佩啊，赖清德在还没有宣布要去领表之前，大家就力拱他，你应该要跟蔡英文搭档做副手啊。嗯，没有人阻止他去当副手、啊。所以这个论点刚才就跟雨潮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这个论点有一个奇怪的地方是，如果有人阻挡赖清德去当副手的话，那赖清德跳出来，然后去争取那个谈判的筹码，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可是过去的情势发展是本来就是他的、啊。对，你只要点个头就是你的啦。其实在民进党里头有很多人穿梭，目标其实就是蔡赖佩、而且就是像刚刚宇韶说的，你当时答应的话就没有抛出特赦阿扁的这个球的机会了。不需要，他也不需要去做这件事情，他只需要在这个跟这个蔡英文呢谈搭档的时候出来宣布就好了嘛。我的主张是如此，那蔡总统他会愿意接纳我的意见，也可以还人情的做法，对啊、okay、那大家其实都可以皆大欢喜嘛、你不用在这个时候你抛这个议题，其实蔡英文很为难呢、他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要不要特赦陈水扁？他如果特赦，请问一下功劳是谁的？赖清德的。对，赖清德的。那他如果不特赦，他是不是彻底的得罪了陈水扁？所以赖清德讲这件事情是将了蔡英文一军，让让蔡英文进不得也退不得，而且又把民调又给大家看一次，好糗啊，真的是。而且未来一直到4月17号之前，会有1、2、3、4、5、6、7、8、9、10，我估计至少10份民调，差不多。那这十份民调，除了极少数之外，我相信绝大多数就是蔡英文敬陪末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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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陪末座。除非呢，有一些民调对这个蔡英文非常友善，把吴敦义纳进来去做陪伴，否则的话，他就会一直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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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输给赖清德，还输给这个韩国瑜，输给柯文哲，输给朱立伦，然后输给王金平。哈，那所以我为什么会说，我觉得这不太像是打假球的原因，因为没有逻辑性。哈，那第二个是。你知道蔡英文昨天回应的签字文，其实是字字句句直刺赖清德。赖清德说他要承担，然后蔡英文说要论起承担，没有人比我更会承担。然后就去提那2008年，你们大家都不要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啦。就是在大家觉得马英九根本就已经那时候这个已经很少，对不对？谢长廷这个输了那么多，然后没有人要接民进党这个烂摊子的时候，我接的啊，大家没有人看好我啊。但是我把民进党你看带得多好，我怎么会不勇于承担？那直刺赖清德的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他讲的这句话其实更重，他说如果你们要否定我，那就是否定过去民进党3年的努力，你们谁都逃不掉。那你赖清德当过我的行政院长，你能逃得掉吗？所以其实不管是赖清德说他要出来的理由是因为担心连立法委员都会被拖累，或者是蔡英文说没有人比我更能够承担，其实已经彼此之间针锋相对了。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是谈判啦、协调啦、做这样的方式好像没有什么道理。大概两个可能，就是他们一不是在演戏了，二就是真的演得太好，好到我们都察觉不出来、而且所有的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跟着演，这样演啊，每一个人那个脸上的焦虑这样子，哇，都演得有周迅的演技。刚刚峰一姐提到，就是真的在民进党要正式做全民调 PK 之前，可能会有十几份民调啊。其实当天赖清德在抛出他要去选的时候呢，就马上苹果就一个线上的一个即时民调，当然在线上做民调，它的样本数其实是比较偏颇一些啊，比较没有那么全面。但你看。蔡英文58.47，赖清德32.08，这个是可能会有些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啊。宇韶，你怎么看这一份民调？另外，我要问的就是，身为你也在民进党里面这段时间那么长了，我要问你觉得未来十多天最重要的观察一个指标会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段时间蔡总统要出国去拼外交，赖清德也很有风度的说，那我就暂时停止相关的竞选活动，感觉上表面是 OK 的。但我相信私底下如果他们不是演戏的话，一定会有很多动作暗潮汹涌。你觉得要提醒我们看戏的观众要怎么看？我刚才延续刚才这个江老师的说法，这是一个赛局。那刚才凤馨姐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呢，我把它说的比较合理的一点啊。比较重要的地方是，赖清德的民调虽高，但他极可能面临一个困境，什么？你赢得了一场战役，但最后输掉整场战局。对，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你民调虽高，但是呢，若没有做好内部的整合的话，你又是候选人又如何？
第二个，民进党还有一个焦虑，没有2020年哪来未来的？所以说呢，这是构成他们去进行车子对撞的过程之下，大家会把方向盘转弯的原因。我说这叫做理性下的不理性的行为，就是现在赖清德他为什么要执意选到底？理性嘛，但是动作不理性嘛。理性的前提是什么？我要撑大我的战场，我要把我这样战线，就赖清德个人来讲，大局一是民进党的大局，如果没有2020年，你2024年也没有用了。第二个是什么呢？我要把我的政治生命跟我的能量，把它的纵深跟它的实现呢拉往2024年。所以前提是什么？民进党一定要赢。第二个是什么呢？我后面有追兵啊，后面有郑文灿啊，甚至还有林佳龙啊，甚至还有林佑昌、林志坚，这些虎视眈眈。民进党的政治斗争是狼性啊，从来没有温良恭俭让这种事情啦。所以说呢，我先卡位再说嘛。那为了创造我自己最大的政治能量，所以很重要的地方是呢，我一定要把底气给做足。这个底气呢，就是累积他未来政治生命，当然还有民进党大局。这叫做呢，把自己的理性抉择放在整个大局之中。那我觉得呢，这是赖清德我所看得出来，他应该比较聪明的想法。当然，政治也有糊涂的时候。这是第一点啊，这是第一点我要说的。第二点的地方是，未来这十天呢，其实蔡英文还有一些加分因素哦。民进党的这个竞争也好，或斗争也好了，虽然还是啊，从外人来看好像是刀刀见骨，哪一次不是刀刀见骨？谢长廷跟苏贞昌，更早的陈水扁跟许信良，还有上次的蔡英文跟苏贞昌，哪一次不是刀刀见骨？但是啊，不了解民进党政治文化的人呢、啊，以为啊，大家互砍啊，好像在街道上啊互殴啊，或者械斗。但他有他我刚才说的理性下的不理性，不理性你看起来好像呢刀刀见骨，但是呢，这是民进党特殊的溢价，或是呢？整合团结的元素，这跟国民党完全不同。那第三点，可是宇昭，我要不要吐槽一下？你刚刚举的那两次那个斗争的例子，都输了嘛？都输了，赢过一次还赢过一次嘛？就阿扁的那一次赢了嘛？所以阿扁赢的那个因素也不全然是阿扁。我稍微打断一下，我们看一下，就是在赖清德要选的前夕，新潮流系的大佬，据说南下去劝退，没有成功。是，就这一点，我问你，立锦香，你觉得新潮流会分裂吗？如果现在就被劝退成功的话，那不就是跟国民党的宫廷大戏一样吗？这也不符合民进党的那个真的竞争。最后，民进党最喜欢说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一定啊，每个人的政治细胞一定在民进党政治文化之下，都知道在什么时候扮演什么角色嘛。为什么赖清德出来，陈菊要说天佑台湾？难道赖清德不够优秀吗？您是跟着演戏，您是用负面表列来解读啊？我是用负面表列，我是用正面表列啊。就是说，这两个人如果能够整合啊，他的通关密语是啊，如果这两个人真的能够整合的话，那天佑民进党。然后再天佑台湾嘛，天佑台湾是一个正向解读的一句话，对吗？我们都有负面表列跟正面表列。第三个，我回答你，赖清德为什么要吴子嘉真的要跟你多学学？对对对对，赖清德为什么要透过菊姐告诉蔡总统？难道他们两个那么不熟，没有电话号码吗？一个是总统府秘书长，另外一个是啊，也能够叫姐姐的人，也算是呢派系之中的前辈。所以刚才江教授说这是最好的桥梁嘛。我刚才补充一下，这个主持人刚才所说，他们是最亲密的工作伙伴，赖蔡工作伙。这今天蔡英文他还讲说，我跟赖是非常好的工作伙伴，甚至都是合纵连横的。民进党是一个派系政治，而派系的边界未必是像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的严密啦，有时候呢是可以互通款曲的，总是有人会做那个穿针引线的人。刚才一直要补充的是啊，蔡英文其实还有他利多的因素哦，比如说出访，出访就是他帮自己加分嘛，加什么分呢？其实某种程度暗示大家说啊，赖清德啊，基本上内政导向很明显啊，然后呢要说服美国人哦，两岸关系现在啊，民进党所走的嘛，其实这也是实话嘛。也就是跟美国走得比较近一点嘛。哎，你赖清德真的出来，你过得了美国那一关吗？你有论述吗？你有政策吗？这是一个。但对赖清德来讲呢、啊，透过这一次初选，把民进党的一些矛盾点，将来与其啊长痛不如短痛啊，民进党总是会到国民党先打通，功夫就练成了。而且呢，对独派有交代。老是在选举的时候呢，先这个叫先打预防针嘛，他帮民进党先打预防针嘛，免得韩总出来了或国民党出来又问阿扁的问题怎么样，我们先自行放血啦。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赖清德在他参与之后呢，也特别提到了阿扁这次在台南补选是真的胜败的一个关键，但是他也是主张要特赦阿扁。我想请教三位来宾啊，就是蔡英文现在面临到蛮尴尬的一个局面，为了拥抱深绿或者是独派，他有可能就是如果在没有招的情况之下特赦阿扁吗？你帮我们举个 yes or no， 阿扁有没有可能真的有望不久，可能半个月当都没有可能性啊？风清，你觉得他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因为呢，做这件事情的结果他不会得到任何的加分，因为他如果说特赦了，理论上来讲好像陈水扁的支持者应该会喜欢他。 No 陈水扁的支持者全部会把这个加分谢谢赖清德，因为如果不是赖清德的话，蔡英文怎么可能会做这件事情呢？那可是问题是，其他的反对要特赦陈水扁的，不管是浅绿的到中间选民，那都会非常的生气啊，觉得说你蔡英文背叛，因为你这坚持了三年多，就会现在突然之间一夕之间因为赖清德要跟你竞争，你就突然之间的撒手不管。事实上蔡英文的个性啊，他是非常执拗的一个人。那么你从他在去年1124大选，然后这个九合一的选举失败了之后，他很快的就重振旗鼓，然后坚持要选到底，然后一直到这个前两天的时候发那个声明，签字声明，然后那个声明里头你可以看出来他的硬脾气。他的硬脾气不是你这边有人威胁他恐吓他，或者是呢这个在旁边呢怂恿他就可以改变得了。我觉得他不想要特赦陈水扁这件事情过去这三年从来没有变过，不会因为赖清德喊话然后就改变。我觉得赖清德当然也算计得很清楚，因为他现在要拼的是初选，他并不是直接就要去挑战明年1月11号的这个总统大选，所以对他来说，初选他的对手并不是韩国瑜，不是什么柯文哲，不是什么朱立伦、王金平，不是这些人，他的对手就是蔡英文啊。蔡英文会去跟他辩论什么陈水扁特不特色的问题吗？不会，他喊了就喊了，喊完了之后就没事了，因为蔡英文去不会跟他谈这个话题。那阿扁会怎样？阿扁还可以唱卡拉 OK 最近。对啊，阿扁就会等到明年选举完再说了。哦，他在民进党的全民调之前不会有其他动作吗？不会啊，因为他要有动作的话，那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他们两个人，他要出手一定是最后一刻，他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急着出手。陈水扁很会精算的啦，他打算盘的能力非常的高，所以不必担心他会出一些怪招。他要出怪招一定是在最后关头。好，我们就来看赖清德，他有特别被媒体在包围的时候就是他要选，那当然媒体会把赖清德要出来选跟韩国瑜甚至跟柯文哲三角形会做一些评比嘛。好，面对这一点的时候呢，我先讲一下，有一个民进党的也算一个大佬，其实他是前立委陈肇南，他就是说赖清德的个性就是比较专断独行嘛，在他的感觉就是赖清德始终没有把蔡英文是放在眼里啊。那当媒体朋友去问赖清德有关选战话题的时候，赖清德怎么样去评他可能未来的对手？赖清德直接说，高雄市长韩国瑜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政治奇才，他也期待2020年跟韩国瑜进行一场君子之争，赢的人就带领台湾往前走。江老师，哎呀，已经完全告诉大家，2020就是我跟韩国瑜在选，他完全没有在看这个蔡英文。这个是《三国演义》里面的经典桥段了，观众朋友，《三国演义》熟吧？曹操把刘备找来青梅煮酒的时候，曹操说什么话？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个天下就是我曹操跟你刘备两个人了，感觉不是这个样子吗？就我们两个人，其实曹操觉得我比较厉害了，因为刘备当时投靠他嘛，所以觉得我比较厉害。你不觉得赖清德觉得韩国也很棒，但是他厉害是阿尼基是我，但感觉就是这样子嘛。我觉得政治人物对自己有信心是一件好事。那孙权就不是个咖就对了，当时还不放在眼里。OK， 好，可是我觉得对赖清德来说，这一招很厉害。他一讲，所有人都边缘化了，就全天下就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操耳，其他都不见了，蔡英文不见了，那蓝营几颗太阳也都暗淡无光了，所以变成他连柯文哲也不见 了，只是要天底下只剩他们两个人嘛，但问题是这样的喊话还是要赖清德取得党内的初选才有用。我觉得政治在现在时代是一个十倍速时代，5G 了嘛，是4G 的10倍到20倍的速度，所以我觉得变化很快。从现在开始不要忘记，我们中间过一个愚人节。对，说不去啊，是要这个有可能不要想。第二个，在位置啊，不论怎么说啊，蔡总统就是总统的党政军头，有了这些你想象不到的。有人开玩笑说，一山不容二虎，
但是呢，例外是一公一母，啊，他们两个都很强，我知道。但是很多人说啊，赖清德这样强，傅昆刚讲说，他如果要做副的，上就是的。你怎么知道蔡英文这次要让他做副的？我没有，现在其实见人不行吗？建仁兄做的现在很好啊，建仁啊，应该这样子。哦，建仁兄他也是到处去走，脚步非常勤快，去走路，去看很多地方。嗯，而且他是个无声的总统，很称职。是，所以我觉得未必就是赖清德，但是赖清德这次校正出来，所有的议题都凸显出来了。我觉得这确实民进党早晚要碰见的问题。老师刚刚提到，就是反正全部还是要取决于游戏规则了。但是那一句话有没有透露赖清德心里面真正的 OS？ 当然是，但是不一定是现在。就是哇，跟韩国瑜啊。对，但不这个是2020、2024，嘛是哇有可能啊。嗯，我觉得告诉我长话短说了哈，这有时候声音大，它能够引起人家注意。有一个同样是保外就医，不是陈瑞扁啊，一个保外就医的人，他觉得年纪越来越大，这个体力越来越弱，他就找医生。医生啊，我最近听力越来越不好了，连我自己放的屁都听不到，怎么办？医生没问题，我开个药给你吃。他拿了药后跟医生讲：“医生，谢谢你，我重拾健康了。医生，这是我吃了药以后，我就可以听见我的屁了。”他不是，我这个药会让你屁放得更大声。你不觉得阿扁就这样子吗？你保卫就医就乖一点，声音越放越大，那个药是要让你听力增加，不是让你屁变得更。他就要让你的声音变得很大。这个冷笑话我们转了好多圈哦。放心讲说他不会出声音，我觉得他会。不是，我是说。不，他最后会，但在这时候不会。这时候他，我认为他这次重生要开始，他一定要为自己不断的发声，也有可能他杀手锏最后拿出来。对，嗯、但阿扁绝对不会重复讲话，他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你看他对于最强村姑讲到最后他出来骂他说：“哎、欸，28岁的你利用你女儿，还骂那个郭秀珠。”嗯，阿扁是一个得理不饶人的人。阿扁的犀利依旧了，他对依旧是非常犀利的，他那个声音是很大的，不论要怎么演，声音会非常大，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他绝对有角色。嗯、那赖清德现在这样的方式出来，我觉得他得把所有的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省力的方式，就是他不用花大钱，也不要跟网红，也不要跟蔡阿嘎，也不要跟馆长，也不要找英文阿迪，也不要找理科太太，把自己盖成里里扣扣都不用，他光是这样子，全部版面都不要占了。我觉得对赖神来说，他是个行销高手，在这点上面。哎，那雨茶，我请教，贵党的沈大佬预言，形势所逼啊，韩。应该就必须得要出来应战，民进党怎么看这事？我先就我最喜欢这个接着老师的话，嗯、因为站在巨人肩膀上说话比较轻松一点了。我们常说一句话：小成功啊，要靠朋友；大成功啊，要靠敌人哦。这句话呢，是解放军一个很有名的少将金一南所说的，所以他的话很有道理。赖清德说这句话有两种意涵，第一个叫捧杀。可以制造来你的矛盾，但这矛盾呢，基本上效果并不大，因为呢，韩国已经盖过其他太阳了。但第二点呢，是什么概念？垫高敌人的高度啊，也是让我水涨船高吧。但是很重要的地方是，我还是延续我刚才逻辑，这样做目的在哪里？累积自己的溢价的能量，我的逻辑一定都是一致的啊。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对阿扁来讲啊，他只要掌握民进党的5%、啊、那个关键少数啊，他就扮演成事不足，他就话语权、啊，败事有余、嗯。而且很重要，台南为什么要用力补选？开玩笑，台南关铁啊，等于是浙江奉化、啊嗯、这样的这种地盘，如果台南民主圣地沦陷的话、欸，连阿扁出手都没有用，那民进党真的可以啊，解散算了嘛。嗯、更重要的地方是、啊，我说他只要有5%的影响力、嗯，而且呢，他干嘛用在现在呢？他必须要成为民进党胜选的。关键因素，嗯，这样子呢去做另外一种溢价，你才会收益最大化。所以呢，陈水扁现在是在创造议题、嗯，保持能量。只要他想的话呢，也搭在巨人的肩膀上，有那个声量，大家会注意他。然后呢，在那个很焦灼的时候呢，阿扁登高一呼，然后告诉大家说，民进党会这么输啊，就最后的团结的语言，民进党就讲，为了民主。为了台湾的未来，让我们手牵手护台湾，中国啊是拍的，好熟悉的话。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这是民进党的大局为重，这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呢？民进党啊，所有人包含我们都是政治细胞，不需要人下指导席。我刚才说过，我们就知道该演什么样的角色，该去做合理的什么样的合理的分析。哎，英文叫做 the last straw。淹死前抓到了几根稻草吧，千钧一发了嘛。然后呢，这个病理学来讲啊，九合一大选呢，他得了败血症啊。这个时候要怎么办？要置之死地于后生啊。所以我一直相信，如果没有九合一大选的结果，
民进党蔡英文不会有那样的元旦讲话，否则还是会被那些喝红酒的人，我不好意思说是什么人哦，对，不务实嘛，你为什么会忽然捡到枪？你是来自于啊，因为病得太严重，我现在要采取正当疗法，使得呢我的病情快速好转，所以民进党可以在短短100天之内，不是说他就已经完全好了，但是他康复的速度啊，绝对比一个失败政党要来得快。我们对比2014年的国民党，再对比2018年的民进党，你会发现他重建球队，重建一定要有好的经理人，你一定要有强的第三棒跟第四棒，所以他找苏贞昌来担任指定打击嘛，所以说呢，投手呢就不用下去打了，本来蔡英文要当投手，还要下去打击。贝多利分嘛，所以我要说的地方是基于这三点，因为民进党的政治文化真的跟国民党派一样，要进入民进党的一个情境哦，你比较了解他现在到底在干嘛。与其说是演戏打假球，不说他在做一个过场给大家看。余总该吃药了。余超给讲一个重点，政治人物必须一定要保持他的能量，这很重要，因为一冷掉，其实要在热场非常难的哈。我们来看一下柯文哲，现在他已经就能量出现。萎缩蛮严重的状况。这次虽然说去美国，大家觉得说出访美国应该是有加分，不过整个行程在台湾的媒体曝光度刚好碰到赖神去登记，所以他的曝光度也没那么高，而且他好像本来要见那些人也没见到，包括了台侨的社团，这会长居然是拒绝跟他见面。大家知道在海外华侨蓝的，台侨绿的，好，台侨的社团市长居然跟他没有见面，然后他想要去纽约市的议会，议长没看到，市长拜访没见成，有些他想要见的没见到。对于这个，他在海外听说赖清德要选，他心里面真的有人说，韩国一出来，朱立伦重伤。那现在是赖清德要出来的话，柯P重伤。但是柯P他有说过，他选不选，唯一考量就是要赢他才出来嘛。那凤馨你来看，现在眼前的机会，如果要赢，关键在哪边？如果他觉得没有胜算，那之前台教的这些人会就让他这样不选吗？还是他被迫必须要选？如果蔡英文出来的话，柯文哲一定出来。所以赖清德呢，一出来说他参与初选呢，柯妈妈就立刻说支持蔡总统。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他是多么的希望这一个蔡英文能够出来，这样柯文哲才有机会出来。是。那可是呢，如果是赖清德的话，其实当然这一个说法哦，我没有办法去取得证实，因为有一位柯文哲的医师朋友其实有透露说，柯文哲其实在苦恼一件事情，如果赖清德出来的话，那么他的机会就不大了。就是你讲的赢的机会，对，因为柯文哲是一个非常数字导向的人，他是不断在看自己数字、看自己数字的人。他其实很清楚的知道，就是他跟蔡英文，他是大过蔡英文的，而且蔡英文里头的很多的支持者，其实呢也是柯文哲的支持者，而柯文哲是可以把他们拉过来的。但是跟赖清德那就不一定喽。现在赖清德的情况是，如果赖清德的话，柯文哲的绿营支持是会回归的。这两个之间差距是非常，一来一往之间差距就非常的大。所以如果蔡英文出来，我觉得柯文哲100%出来。但如果说是赖清德的话，我觉得柯文哲出来的几率就会降到50%以下。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就前两天最新的民调是《中国时报》的最新的民调，那个民调里头，当然，韩国瑜还是通杀了哈。但重点不是韩国瑜，重点是呢，如果同样是有三组人马，韩国瑜、柯文哲跟赖清德，或者是韩国瑜、柯文哲跟蔡英文，结果呢，最大的差别是第二三名，因为第一名还是韩国瑜嘛哈。那第二三名就会意味了。如果是蔡英文的话，他会变成第三名，柯文哲是第二名。那你要知道，有第二名跟第一名还是有的拼的哦。第三名就没机会了。第三名几乎，而且他有可能会被弃掉。如果是赖出来的前提之下，我刚刚问的就是。但是这个有趣的就在，如果是赖清德，赖清德就会变第二名，而柯文哲就会变第三名。是，我觉得柯文哲看到这个台北市的补选跟台南的补选，他坚决不愿意当第三名，所以这就我为什么说赖清德出来。其实柯文哲出来的几率就会降到50%以下。之前台教人愿意放手吗？这个是坐教的人，他如果坚持不肯做的话，台教的人也没有办法。而且其实你看他访美的行程，你就会知道台教的人好像也不够多。这个大家慢慢观察，包括了他的媒体曝光度，跟他还在很多参会的人气可以反映得出来。等一下我们回来继续聊，如果真的变成了赖跟韩的话，
就算他们两个不出来，2020的选战主轴统独也是绝对主轴中的主轴了。那对于这一点的话，北京方面有没有可能被迫必须要提前来解决台湾问题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跟步骤？我们回来继续聊。虽然说目前为止蓝绿自己党内的初选都还没有正式的结束，也没有正式的提名人，不过现在包括了媒体，包括整个政坛的趋势，看起来好像赖跟韩两个是目前民调最高的，所以包括他们的支持者都希望他们两个能够正面出来对决 PK。 如果真是这两个人，我们就要观察北京的态度了，因为光是韩赖 PK， 一个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一个是之前就说过了我主张九二共识，那有没有可能他们两个人 PK 就等于是统独的全民大公投，这样直接画个等号，三位认同吗？我觉得这一半一半，一半一半。枫怡姐，我先请教一下你，因为有人说2020，你刚刚认为一半一半，但也有人认为说这背后除了是统独的议题之外，也是美国跟北京之间一个很大的角力站。这个我更加的认同，因为你刚刚讲的是说变成了一个统独的大公投的话。因为本来如果你的问题是不是统独大战，我认为是，但如果它变成统独大公投的话，那我觉得大部分的民众是不会赞成的。而且呢，如果是韩国瑜跟这个赖清德的话，两个人都不希望自己变成极统跟极独啊，因为任何一个人被贴上了极统跟极独，其实都是会很受伤的。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个人都会变成很务实的一个统派或独派，所以他没有办法立刻变成等同于公投。我所以讲，我其实的目的是说，他不会变公投，但是他如果是大战的话，我认为是好，所以这一定要说清楚。那但是呢，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好，跟美国也好，在这一场选举当中，它的重要性之高，会是前所未见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2012年的时候呢，当时美国支持马英九，其实他的动作是非常大的，包括了这个蔡英文去美国的时候呢，那么他还没有离开美国，那么金融时报就已经出来了，说对于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不放心，然后呢后来干脆呢就给台湾呢这个对美的美签呢是免签的哈，用这样子的方式呢表达他对于马英九的高度支持。其实蔡英文当时有去抗议哦，结果美国还是宣布了这个政策。到了2016年的时候呢，所以蔡英文一直在调整他的这个政策方向。2012年的时候他没过关嘛，所以2016年的时候他就努力的调整了这个方向。所以2012年一方面他没有处理好他跟苏贞昌之间的关系，所以其实民进党如果杀到建股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来蔡英文跟苏贞昌还有这个谢长廷跟苏贞昌这两场，其实那个建股之后的那个内伤效应是一直延续到了总统大选的。那么二来呢，他也去调整了对美之间的关系，现在国际局势又出现了转变，美国在那个时候呢是把中国大陆当成竞争的对手，现在是竞争的敌手，一字之差差非常的多，所以呢现在美国希望中国希望台湾所扮演的那个角色是完全反中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认为美国会真的高度支持蔡英文，甚至于是支持蔡英文而不是支持赖清德，因为他希望你反中但不可以台独，因为担心会把美国拖下水，然后进入了战争。这就是为什么蔡英文直接就讲这个赖清德说，我做事可以处理国际事务跟工作会协调，我不会擦枪走火。那言下之意就是你赖清德会擦枪走火，所以这确实是美国所 concern 的事情。而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如果说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因为是统独大战了，那结果还选出了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赖清德的话，他能够不提出时间表吗？习近平他在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会遭遇到极为严峻的挑战，他不动手都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他要去考量整个中国大陆，其实此时此刻他的经济发展也好，他的这个科技发展也好，其实都还没有成熟到那样的程度，他是不可以动武的，动武对他来讲其实是不利，绝对是下下策。是，可是面对着其实他已经到了那个权力可能会被推翻的情况之下，我觉得那个时候呢，习近平会被迫出手。好，我们大家对于这一点呢，因为回到两三年前，包括了美国的智库、北京的学者都有预言，2020总统大选
必定会在台海之间有些波澜啊。好厉害哦，他们两三年前都算到了。不过我们等一下先这个问题之前，我现在请教一下那宇韶你怎么看韩国瑜讲这段话？他说蔡英文就是不要中华民国，不要九二共识，不敢宣布台独。那赖清德就是不要中华民国，不要九二共识，台独搞一半。他每次讲话，台独工作者，他讲话就是媒体很容易变成是标题啊、哦。他还说台独比梅毒更可怕。他认为赖清德会把台湾走向更危险的路上，你怎么看？虽然韩国瑜不亏是我东亚所的学长，对于中共的对匪斗争啊，还有把复杂事情最大简单化的，实在是很懂这个讲的，这个很像在听得懂、啊。对对对 对，而且在这个自媒体，台独比梅毒，自媒体啊，你的下标能力很强。他过去当过记者，所以他知道如何下标来吸金嘛。我先说啊，刚才凤馨姐说的非常好，这一场选战啊，特别地方在哪里啊？主战场看起来好像在台湾内部，但是呢，主舞台却会是在两岸之间，却是在华府跟中国。重要的地方是呢，这是一场另类的代理人战争，也就是一场路线的选择。两个大象，我们是操场就对了。这是台湾两大之间难为小。你说我们是操场？是在操场啊？不是，我们是小房间。小房间。对，所以会被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头晕，因为你大操场其实还有活动空间。没有，我们操场草皮被踩坏了。对，可是那个房间里面所有的装饰都会被他给人抢了。对，而且呢，台湾为什么在这个美中的过程中一个联动关系？川普现在打这个经贸战，按照最新的民意啊，这个美国盖洛普说，高达52%，全球民主国家哪个政治人物的民调有超过40%的？在共和党内部更夸张，92%，这样的高民调，他告诉大家嘛，就是因为打美中经贸战，我跟你工作嘛。川普每天呢、啊、都在他推特上嘴自己多厉害。然后呢，告诉大家我跟你多少工作，所以他有民意的驱动力，持续对中国进行呢外交上的压力。那习近平呢，不要忘了他的两个一百啊，第一个一百是2021年就要达到，比起胡锦涛促成了国共第三次合作，把九二共识写到党章这个历史定位。请问你习近平，你已经连任了国家主席了，你要在两岸关系中如何交出一张可以跟人家比较的成绩单呢？那在这个内外压力之下呢，成之在我，或者是他比较有把握的主场，不论是地理位置上，或是资源上，或是政党政治的运作上跟互动上，台湾是他认为本来台湾问题绝对不是要中国的优先选项，但是在压力之下，威权体制擅长做的是什么？叫做战争边缘策略嘛。我透过输出危机来转移内部的矛盾嘛。那这样子会影响，又如何影响到台湾呢？美国对中共施压，中共呢对台湾施压，然后呢，民进党啊又向美国靠拢，这样的恶性循环就不断的造成。这是蓝营的看法，民进党的看法是什么呢？好，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你选择往中国靠拢，所以说是蓝绿之间呢、互相斗争，遗留给台湾人民的一个选择上的困境啊。照这一种刚才宇韶做了一个分析，框架在那边，循环在那边，所以即便个人色彩非常强烈，如赖清德，可能在那个架构之下，他嘴巴虽然讲他是务实台独工作者，但他能够真正施展的空间应该也不太大，有限。好，我们来看美国防权威智库兰德公司这个报告，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一两年前也讨论过好几次哈，因为这个报告确实是美国相当具有分量的权威人士做的报告。因为兰德真的是军事方面来讲的话，是最重要的智库了。好，我们来看，这个是在2017年的报告，那现在2020年来看，好像当时他们做的怎么就这么准哈？他们如果去开算命公司，应该也会很准。来看一下，他包括哪几个论述？他说，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及2049年建国百周年即将到来，所以统一台湾将会成为习近平重要的历史成就。另外，大陆成长经济上面放缓，也促使习近平必须要透过解决台湾的问题，让他自己的政权更加的巩固。还有加强大陆内部以及地区国家对于中国大陆军事力量的一个印象，也就是说，他在台海之间有更积极的动作的话，让周边国家对他可能会更加的敬畏。还有中共施压台湾可能采取的四个方式，包括了外交独立、经济制约、军事恐吓以及操控舆论。刚才峰姐也特别提到，在如果台湾变成一个2020大选是一个统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论战的过程当中的话，会有很多火花出现。
包括最后的结果什么现在不知道，但也可能让北京必须要提前解决台湾的时间表要出现。老师你的看法？我倒觉得以蓝的公司，当然他是看2020是一个大选，这个不需要算命，这个每一个人都知道，在那一天也有关键所在。那统独对决的问题迟早都会发生嘛。因为经济看起来似乎如果全球经济不景气，台湾不能够突围，它必然是统独回归到最基本的政治立场。我倒觉得北京会不会提前解决问题，提前拿钱来可以提前解决问题啊，买台湾比打台湾便宜，这是一般的共识啊。提前就买台湾比打台湾便宜。我们碰到一些不论他们提前的前提是先穷台，对，这不一定啦，穷台是更好，提前的效果会加倍嘛。那如果不穷台，那提前的话效果当然是减半了。但是我觉得以刚刚我们所看的，就是如果未来统独之战，我觉得对美国也好，对大陆也好，都必须要看它的结果，以结果论英雄。美国跟中国有自己的问题，有人开玩笑说这个美国啊，好山好水好无聊，因为每一个乡镇都是一样，加油站、社区、shopping mall 没有了，住宅区哈，所以好山好水好无聊。那大陆呢是好吵好乱好亲切啊，就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很像。那横批美中不足，美中都不足啊，在斗争的时候呢怎么办？把台湾拿去 top the cup， 美中不足就把它拿进去，我觉得我们最可怜的。真的，热战争的时候最可怜是哪一块？东三省，战到最后呢，热。各取所需，各尽所能，那个地方夷为平地。台湾现在这样子，如果到最后真的是代理人战争，台湾人自己没有觉醒，不知道该怎么做处理的时候，最后损失最大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因此我跟他看说，在2020的过程，战争过程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之下，我倒觉得说统独之争避免不了。这迫使国民党在两岸政策上要进行大政策大开放。你不能像过去一样什么不统不武不独，没有这件事情。两岸政策的部分，老师来观察，蓝跟绿真的是谁的危机造成比较大？当然是蓝的危机比较大，绿的论述更清楚。绿的只要稍微调整比较和谐，蓝的就被替代掉了嘛。你的不统不独不武，对习近平来说，你可以讲不独，但不能讲不统。他可以讲就是一中两制是一个 A 国两制是一个原则的问题，他说有其他可以考虑跟协商，不过他的原则还是主轴嘛，一个中国原则确定。所以如果整个国民党还是九二共识，然后一中各表，他不接受，这第一。第二，那不接受你们什么替代的方案，有没有讨论的，有没有各种声音？目前看起来也没有。那没有就是坐以待毙。这几十年来就一个九二共识，没办法，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两岸的关系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我觉得他必须要去深入他的内容。国民党这方的人才，像苏琪啊，或者一些人，其实很多，但始终如果都没有走出去，吴敦义吴主席如果只靠周继祥，将来两岸政策其实会出现停滞状况，所以危机在国民党。不能靠吴敦义。对，我说我现在觉得这个国对，我说这个大陆政策或者两岸政策的危机，国民党危机比民进党还重。是，你看蔡英文在2016的时候，大家可以讲我维持现状，哇，这个他的危机都化解掉了。赖清德如果他真的有机会当选，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当选。如果他真的当选的话，他虽然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很多人看到台独工作者哇就抓狂，不要忘记他讲务实。务实就是为了让整个政权稳固，让民进党稳固，让台湾稳固，让未来台湾的实力更加的坚强，他可以做某个情况的妥协。因为我是务实，你们看到台独，但是很多人忘记他务实。务实就是可以心随境转，然后呢根据情况做简单的调整，像水一样，放到杯子里面，它做适当的调整，我觉得，所以民进党的两岸政策目前看起来弹性比国民党还大，国民党危机才真的务实是选举时候可以喊太多，选后不一定一定要喊太多、不过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国民党现在台面上政治人物最被人家诟病的，吴敦义也好，王金平也好，朱立伦也好，他们都回避两岸话题。那我记得我前一阵子听到郭正亮说，他跟我讲说他佩服韩国瑜的一点是，他其实是用八个字然后去包装了九二共识，就是人进得来货出得去，他很佩服他这么简单的语言就把那个九二共识的肉突然填了起来，才让他后面敢讲他支持的就是九二共识。所以你不要小看政大东亚研究所呢所训练出来的，因为你看到宇韶，他刚刚提到说那个漩涡困境，
其实那个漩涡困境，你不觉得张宇韶刚刚讲起来就已经很鲜活了吗？那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然后不断的摇摆，你造成了一个大的漩涡，而那个漩涡把我们所有人通通都卷进去了。我们要跳出漩涡，我们只能够在中间保持的一个平衡，因为只有这个平衡才是台湾唯一的出路，而我们要继续的壮大我们自己。嗯，我这样讲哈，你都不觉得说，你如果赞成的话，我要告诉你，我认为韩国瑜的语言会更鲜活，就是他可怕的地方。所以我不担心他的两岸论述，其实我比较担心他的内政论述。可是我提一下这个兰德公司的这个应变计划。兰德公司呢，他在军事上面、国防上面，他是非常重要的智库。嗯，所以兰德的所有的报告啊、备忘录啊等等的，都是偏向于如何备战。他的重点是备战，因为他要国防部必须要能够采购武器啊，嗯，他也要各个国家都要采购武器啊，嗯，所以兰德每一次的报告都是要台湾买武器、买武器、买武器，要装备自己、装备自己、装备自己。可是他为了要让大家买武器，他有的时候那个整个推演的过程不见得是真的是合乎道理的。譬如说第三项，他说中国大陆呢，为了要加强让周边的国家觉得他军事强权的印象，所以他就必须要在两岸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可是现在中国大陆的政策是要友善所有的周边国家，你看他对日本是什么样的态度，他对韩国是什么样的态度，他对东南亚是什么样的态度，他对印度是什么样的态度。印度跟巴基斯坦都已经闹成这个样子的，中国大陆就是排解啊排解啊排解啊。然后你看到缅甸的边界发生问题的时候，排解啊排解啊排解啊，因为他现在担心的是他的崛起的过程，周边国家如果一个朋友都没有，他会没有办法跟美国谈判。所以你现在回头去看，他这里面最严重的瑕疵就在于，我觉得兰德觉得美国的霸权就是因为霸，所以他们有权力。嗯，那他就想象所有的新兴强权都应该要霸才能够有权力，但中国大陆的选择跟他们的想法其实是不一样的。那这一个不一样的决定，至少兰德的判断是错误的。所以我还是认为两岸关系这件事情上面，中国大陆其实一直没有摆在优先的前面，把他认为他急着要在2020解决，我觉得这里面跟卖武器还是有关系。好，我再补充一个，就是同一份报告，兰德智库有做个建议，如果在2020台海之间真的出现了新的危机，那美国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来帮助？他列出了三点。他说，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鼓励两岸对话；二，展现经济、军事、政治上的支持；如果舆论战这有要开打的话呢，美方可以提供一些网络上面的技术支援；三，说服中国退让。这三点，但弦外之音就是没有建议美国军队来协防台湾。完全符合兰德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不协防，但是你可以买武器。回来就来聊美国对于台湾的军售案，这一次包山包海，什么都可以卖。回来聊。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案，这一次呢，哇，这个是海陆空都有。先请教一下老师，因为我们这次要花大笔的钱买 F-16V， 有人说这算一算单价哦，比 F-35 我们想买还买不到那个更贵，而且 F-16V 是30年前的设计，现在对岸有这个 S-400 的飞弹，等于是买了 F-16V 当火把，你怎么看？这个当然是有两个意义的，一个就是实质上它真能够发挥足够的战力，让台湾抵抗这第一波攻击。目前看起来，当然他们有很多报告，就是你就算买到如愿以偿的买到那个 F-16 的 CD， 不是不可能的，或者35或者隐形，就算让你买到好了，你有足够的人来开这些飞机操作这些武器吗？不能嘛。那所以我就说，你就算买到十足的武器，都买满买好，你也不一定有用，何况这个签约签下去开始五年十年才会交到货。如果这些东西都是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再加五年十年那已经四十年了，四十就不货了，就在迷惑那个问题也自然解决了啦、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买这么多，而且把三十年前的东西增加一点，升级一点资料，然后增加一点设备，卖我们加倍的价格，坦白说就是保护费嘛。这跟黑道兄弟去
沿路托钵买功夫茶，那个茶叶明明一斤是500块，他卖你2000块，你要不要买？你也知道那个茶是混越南的，混其他的，它不是纯的高山乌龙茶。这是以前绿营最一样嘛？这是以前绿营最批评国民党的部分。所以我说，人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嘛？除非你的两岸政策做调整，能够跟大陆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否则买保护费啊，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就是说，在那个位置上，他会做这样的思维，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做一个纳税人，我不太能够谅解。就你可以做更好的东西。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我们现在几乎都在硬碰硬，在硬着力上面去做处理。我们的软着陆除了像美国跟日本以外，我们对中国大陆似乎没有更多的论述。其实民进党有很多很优秀的人，两岸政策要做更多的和解，不一定是投降主义。错，有太多的可能。凤馨刚讲到一点，重点是对的。你说大陆除了是逼不得已，台湾还能面临到台独的边缘，否则对他来说，欧盟的问题、俄罗斯的问题、美国的问题是他们大宗所在。我讲一个小故事啊，有一年我去上海参加他们那个研讨会，他们有一个非常年轻，他们那个学子都很年轻，30岁出头的啊，这管这个所谓的欧亚方面研究所的所长啊，那是谈两岸交流多少年的纪念啊，他发表完了。我还没上台，他先讲。他说：“这个台湾的问题啊，就像一个小指甲这么小一样，我们根本不需要去谈。如果不是发炎了，不是疼痛了，我们根本不理。我们的战略目标是欧盟、俄罗斯、美国跟世界。台湾问题根本不足为道，我们没有放在眼里。真的，他听我这样讲。接下来换我，怎么办呢？上面怎么讲？我说李所长，在您看起来，台湾是这么小的一块地方指甲，可是我告诉你。”你把它拔下来，用力拔下来看看，我让你站不着、睡不着、吃不好、睡不好，就这个样子。所以好好疼惜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拔了也会痛啊，对不对？不是也痛，让你全身都不自在，而且会生大病。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学，这不代表他们全部的人是。可是有一部分比较年轻的这派觉得说，台湾的问题除了逼不得已，他不会把它摆在最优先前面做处理。凤刚讲到重点，所以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如果要让民进党更加长久的执政，或让台湾在民进党执政之下能够壮大，他除了对抗之外，应该有其他条路。智慧越高，极端越少，买武器是最懒惰的方法。江教授还是提到一个重点了，这次的武器跟过去几十年没有太大的变异的部分，在它的本身的价值还是缴保护费的意味居多嘛。但我们缴了这么多年的保护费，至少可以从白金卡、深卡到黑钻卡之类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要问一下余少，因为这一次好像有会员升级啊，因为至少买的过程当中，台湾可以第一次使用发价书需求信函，这代表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可以不用对方不会已读不回，是这个意思吗？我先就在接着江教授的话，其实啊，我很喜欢林玉芳委员啊，也是老师啊，以前说过一句话：两岸关系该如何寻求平衡呢？你政治上不能让北京太悲观了，军事上不能让他太乐观。当他觉得打台湾不需要任何成本的时候，那他动手了嘛？那悲观的意思要台独啊，已成既定事实的时候，那他也会动手嘛？那是他的国家利益啊。那军购的问题啊，我再接着刚才的逻辑啊，它大概有三层意涵：第一是政治上的，第二是心理上的。第三个是实质上的，第一个政治上呢，就像这个江老师所说的，你总是啊使用者付位，对台美关系，特别你遇到的是川普这种生意逻辑的总统，没有 free rider 这回事啦。美国呢也不会免费啊去当那个世界警察了啦。所以说，即便是盟邦呢，他对日本如此，对韩国如此，对台湾当然是如此嘛。保护会也好，或是呢买个更好的防盗锁也好。你总是啊要多付出点代价，更何况我把你之间的关系给升温了，那我是你大哥啊，那是不是应该对大哥有所表示呢？这是政治上的。第二是心理上的，那心理上的概念是什么呢？因为中共这几年对台进行三战嘛，法律战、舆论战，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心理战。解放军在过年期间不是有个影片吗？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虽然往往哭诉你的小鸟转眼烧成灰，可是台湾需要是什么？在这种威胁利诱恫吓心理威慑效应之下，国人也需要被安抚，这种是一种非理性的感性因素。许多人觉得哇 M1A2 很棒， F16 升级了，其实这是一个心理因素。第三个呢，才是呢我们最需要的口惠而实质的因素。什么样的武器？政治因素必须要考量，蓝绿执政呢都必须要跟美国做一下下子。第二个是什么？心理因素要考量，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均衡。
第三个部分是什么呢？越是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民进党或是台湾的议价空间绝对相对少，因为你的外交政策啊，某个程度上是仰赖美国嘛，那美国呢就看准你这一点嘛。但在军售过程之中呢，它又有一个817公报作为呢一个很重要的底线跟基础。然后呢，川普呢乍看对台湾这么好，这次的军售案呢、被比喻啊是继2000年以来，因为小布希啊本来那时候也要卖很多武器给台湾，但因为碰到911嘛，他需要中共跟他一起反口。这个武器清单有人说呢是2000年以来，就武器系统来讲呢是90年代以来。但重点在哪里呢？当然是哈、你要多付额外的嘛，或者是说呢你必须要付出更多嘛。这样子对两岸关系会造什么影响呢？我还是很理性的分析啊，两岸关系最好不要陷入所谓的安全困境。什么安全困境呢？安全困境引发军备竞赛嘛，两岸现在已经没有信任基础了。结果你做什么事情呢，我都把它解读成为我不仅要用啊放大镜，我是用显微镜来解释你，都会解释什么呢？你做什么就是针对我嘛。如果北京也认为台湾是这样子，台湾认为呢北京是这个样子，然后北京认为美国是这个样子，我再把那个刚才我所说的那个负循环，虽然蓝绿两党都有这负循环，过度请中啊，只是啊这个负循环啊这个台风啊变成逆时钟而已，那民进党现在把它变成是顺时钟而已嘛，这是对台湾的悲哀嘛，所以等距交往才是最符合台湾的利益啦。也就是在美中之间，乍看之下两大之间难为小，但是外交政策要寻求的是均衡，还有灵活。看看越南，看看印度，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就永远的国家利益。不，这一次的军购当中，媒体有焦灼一个点，就是未来，尤其在战机这一块，美国他们会评估台湾需要什么，他们就卖什么给我们，我们基本上不用出太多的意见。这跟蔡总统讲的国防自主会不会有一点互相矛盾？所以到底我们的议价空间有多少？既有实际上面的价钱，还有包括我讨价还价，我能不能要到我真正需要的武器，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我同意就是要等距，就是中美两边我都必须要等距。现在你看蔡英文的政策，他就是一直抱着美国的大腿啊。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最强大的军售案，说穿了就是伴手礼。因为未来蔡英文其实他需要美国在选举上面给他非常的大的帮助，否则的话为什么川普上任都已经快2年的时间了，那这个时候呢才急吼吼的又是卖陆海空全包了耶，又是战车又是战机，然后还有潜舰的相关的这个装备，就陆海空全包。而且以后呢这3000多亿一旦编列了预算下去之后，以台湾就一年的国防预算3000亿嘛，所以你当然它不会编在一般预算里头，它一定用特别预算。可是即便是特别预算，你一年大家能够空出来的规模大概就是6-700亿，所以3000多亿你用了未来5-6年的时间的所有的预算采购预算全部用完了。但用完了之后，你政治上面确实，我认为蔡英文真的会因为这个伴手礼获得很大的好处。你说在选前有机会去美国？当然，绝对会去的。但是只是说他是去到纽约，还是会不会甚至于去到华府，这是大家观察的指标。可是呢，问题是说，第一，到底贵了多少？就我们确实是需要实质上面的军事上面要有一定，就是人，你固然比人家弱，但是你不能够没有反咬的能力，否则人家就觉得说我非吃你不可，因为你根本连咬人的能力都没有嘛，哈。可是现在问题来了，第一个是价钱到底贵多少？第二个，它真的让我们具备了反咬的能力了吗？因为你价钱没办法谈判，我连武器的内容都没有办法谈判。F-16V 不是只是它到底老不老旧啊什么等等的问题，而是台湾一旦成为战场。就中国大陆来讲，他不会立刻就什么派一大堆军队来的啦，他一定是飞弹就直接去炸你的所有的这些重要的雷达通讯跑道的机场 C4ISR， 所以你所有的跑道、所有的高速公路都会柔肠寸断。那个时候 F-16V 还能起飞吗？你一定要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一定要 F-35？ 因为它可以短起降，对我们来讲才会有用啊。否则的话，我们花了很大的这个精神，然后买了武器，而这个武器的那个弱点反而让对方觉得哦，你很好咬。国防部的部长会说，冯鑫讲的真好，我们也都知道
但人家不卖给我们，他们只能卖这些，因为我们连谈判空间都没有。有一种是垂直起降的，那也买不到，法国的幻象是买不到。好，我们先片刻回来，其他话题马上回来。除了台湾的政坛跟两岸之间的话题之外，全世界这个礼拜最主要的关注焦点就是在南半球的纽西兰发生了一个枪手开枪滥射，夺走了50条的生命。当然后来这个枪手落网之后呢，他就强调自己他听了很多川普的话，都认为川普讲的是对的。那很多国际媒体就把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跟川普之前的不当发言都连接在一块。我们来整理一下川普从竞选之后他成为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角色开始的发言，这一系列的谈话，您认为他跟白人主义至上之间关联性到底有多高呢？他包括了说过像是墨西哥人带来都是毒品到美国造成的犯罪，他们是强暴犯，叙利亚难民可能是 ISIS， 我也不知道咯。那穆斯林他们在双子星倒塌的时候是开心的庆祝，还有这个我可以在第五大道中间射杀某人，但我不会失去任何的选票 OK。 还有如果他们可以这么穷，也许这些人不适合被选为太高的职位，他们能有多聪明，这不过是一群智障。还有白人民族主义是否会成为全球主要的威胁，我不认为会如此，只是一小群人有非常非常的严重的问题。我想先请教老师，因为这个纽西兰惨案的枪手来自于澳洲，对，那落网之后呢，他说他认为川普对他影响蛮大的，当然很多人就认为之前川普讲的话的确会激起很多种族之间的一些冲突，你怎么看？有人就直接把这个都算在川普的头上，这个太迅速了，太迅速了 ，jumping to the conclusion， 太快跳到结论。嗯，塔兰特28岁，世界各国去旅游，他甚至到这个土耳其或者到其他地方，到处旅游都超过50天、60天以上都有。嗯，那这一次他开枪到那个清真寺去给他扫射，他做了这样的解释，我觉得我要先确定一点：第一，这个会不会是他的脱罪之词啊？我精神耗弱。我有精神疾病，我是一个偏执狂，我受了意识形态主导，所以我做了这个事情，这是一个脱罪的支持，这第一个。嗯，确定他不是，我们讨论底下意义要意义，他有可能把这个当作脱罪支持，很多律师都教他你要这么讲才不会被判死刑啊。嗯，所以这个可能性要存在。那第二个，假如这个因素脱罪支持被排掉了，被排除了，穷尽一些必要之手段排除之后，他真的这么相信，那这跟美国早期的3K党是一样，以前美国早期3K党是看到黑人就杀，嗯，哦，那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嗯，因此可以发现说，白人主义的至上，经过了这100-200年来，难道真的又借尸还魂吗？嗯，川普确实有他那个骄傲所在，他觉得白人非常优秀，所以他开始对这种华人也好，或者对其他种族，以前呢，都欢迎移民。美国会强大是因为他接受了各式各样的精英。那川普现在觉得你们都不是精英，只要你不够白就不好，一白遮三丑啊，再笨只要你是白人我就很优秀，所以他谈了很多这种东西，会让会有种族主义的忧郁感会出现。假如塔兰特真的是因为川普的言论的话，哦，那我觉得很可怕，但已经3K党重新复活了。嗯，美国历经了200多年来，包括像这个他们过去的林肯还有几任总统的努力，才让种族之间这种种族的歧视意识形态变得低的，现在重新出现的，我觉得对美国来说，那是一个世界民主文明的大倒退。不过话说回来啊，对美国来说，经过200多年的一个历练，难道这些美国的民众跟世界的民众都没有觉醒吗？我觉得还是会有，所以我觉得我宁愿相信，我如果比较乐观一点，跟在场来宾一样，我宁愿乐观一点，就是说塔兰特纯属个人行为，我希望他不要扩大。嗯，那如果说像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一把拿来放，你看。哦，现在白人种族至上了，要杀这个我们穆斯林是这样杀法，那我们一样去仇视，那这种所谓的西方式的义和团，嗯，又出现了，对世界绝对不是好事。老师宁愿相信人是善良的，但可以被教化的。但这位媒体工作者，我真心比较担忧是会往悲观的方向去做发展，因为这东西对于政治人物来讲是非常好操作，有操作之后会有选票的哈，要不然那个土耳其总统也不会拿出来做播放。白人主义之上可能一直存在着，但是因为川普他个人的言行举止，把他台 under table 的东西变成台面化，给台面上来讲。我比较担心的是，这是一个澳洲人跑去纽西兰犯案，
那因为澳洲可能国安管制比较严一点，纽西兰我在那边住过一年多，纽西兰的警察基本上是没有枪的，他不会配枪去出巡逻，他们的总理其实都没有防护，对他们顶多身上就带一个像塑胶绳一样，就是你有犯罪他就是也没有手铐的，所以相对到比较维安可能比较警戒性没那么高的地方去犯案或是执行他的一个理想，那我就担心，因为台湾一般认为来讲我们也不会有太多恐怖攻击的一个意识，我们的维安可能也相对比较弱一些，会不会变成这种到比较松散的地方去犯案会成为这些歹徒或者想要去执行他理想的一个模式啊？当然我还没有那么样子对台湾的部分悲观啦，因为其实我们的海关各方面其实倒还是蛮严格的，可是其实在这个案子当中哦，刚刚其实永康你也使用的是滥射对不对哈？没有人说这个是恐怖攻击，可是我很好奇的是，如果这是一个穆斯林，然后或者是非常相信这个伊斯兰的所有的这个宗教的召唤的人，然后他到了一个教堂里头这样子的扫射完了之后，西方媒体会不会称他是恐怖攻击？一定会说他是恐怖攻击。那为什么白人至上主义者跑去杀了超过50位的穆斯林，没有人说他是恐怖攻击，而是用了比较稍微在程度低一点的滥射？其实这里面反映出来西方媒体在这件事情上面还是有偏见，而且其实还是有让那个白人的宗教文明相对来讲优于伊斯兰文明这件事情潜意识让它发展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土耳其的总统埃尔根他可以去操弄这件事情的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其实在中东世界里头对于西方媒体这种偏颇的报道是非常不满的，你要知道50多条人命，这对他们来说你这个其实跟恐怖攻击是没有两样，可是你不用恐怖攻击来对，但因为你一旦定义它是恐怖攻击，我认为整个西方是在看它看在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会更升高，就不会那么的，因为澳洲人就是恐怖分子了，澳洲白人变恐怖分子了，当然不到那样子的程度，可能还要去追溯说到底是谁真正的怂恿他，你可能调查的程度会完全的不同，可是现在因为把它视为个人的大规模滥射，你的那个整个调查程度防范程度就会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我觉得我们面对这一种文明冲突也好，宗教冲突也好，或者是这一种种族冲突也好，我们现在是客观者，客观的第三者，我们反而要更小心一点，因为西方世界的这一些新闻媒体，我们有时候会让他们的潜意识影响了我们。是多久在写这个故事啊？三 K 党最横行的时候，那连黑人在用餐的时候都被修理。有个黑人呢，在烤鸡店拿起刀叉要享用那个烤鸡，三 K 党三个人进来了，指着黑人说：“你用刀叉怎么对付那只烤鸡，我们就怎么对付你。”所以黑人最后呢，就放下刀叉，用很深情的感觉。在那只烤鸡的屁股上面 kiss 了一下，才化解危机。所以没有呢，如果三个人不这样子对那黑人，他当然不会啊 ，kiss my ass， 当然不可能、啊。所以我说，其实，在白人种族的这种优越之下，到处都弥漫着。所以我觉得，自求多福之道，坦白说，还发挥一点智慧。有一个重点就是，接下来 G20 要在日本办，澳洲总理为了这个事特别致函给安倍晋三。脸书当时这个胸前变成他直播的工具啊，那在脸书上播了蛮长一段时间，据说24小时以后才删掉。所以宇昌你来看，因为社群你要去管制它，等于要去管制言论的感觉。那这个事情在集团里能够被讨论吗？你觉得有可能被管吗？约束吗？我觉得刚才老师跟凤馨姐都说得非常好。我的补充很简单，是说在全球化之下，一定会产生出一些卤蛇啦，卤蛇。很重要的地方，他们拥有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他们生活非常非常空虚，谁来填补这个空虚呢？往往是激进主义，或是呢这种呢种族主义啦，因为他没有办法接触真实的世界，他只能躲在家里面。然后川普对他来讲，我不是说。